我就想知道晚上做不做啤酒锅。做呀。那行。然后看看再买点金啤啥的。行。厕所里面现在有位同志哈，大橙子，晚上呢约上几个好朋友要上我们店来吃烤油边，然后我们两个去帮忙买肉。本来他说他跟我去来的，但是我们两个去吧，骑电瓶车是吧？对。出发了，刚才跟大橙说俺俩去，他还不让呢，俺俩赶紧跑了。这是刚到的，还没种上呢。挺幸运的，回去不用缓了。够不够？不够，不够，再来一块吧。再来一块。买方便冻着，要不然还得往这跑。就是的，这个东西挺不好买的呢。这一串是最后边买的。嗯，再来两个猪心，这个烤的也好吃。买了这么些，再上前面去看看能不能买到金皮。烤的，这东西就拿回去烤去呗。这个就是牛板筋，这个就咱们做那个牛蹄筋儿，就这玩意儿是吧？啊，牛筋条就是这个做的，还得撕开。那在那儿呢，它这是撕完的，这样的就可以拌了。这都撕完的了。哎呀，那个掉厕所还没出来，有可能进屋了。啊。这造型。买可多了，人多呀，咱们不就可劲儿造油边吗？到时候搁冰箱冻上也行。对呀、啊嗯，要不还老去买去？不好买。买了两个猪心，然后买了这些油边，还买了点金皮，暂时这些。然后呢，到时候再洗点青菜啥的，配上点青菜。我现在把它们处理出来啊。我姐夫下地了。出月子了，啊？什么很重要啊？什么很重要？什么很重要？油边很重要，知道吗？就是很多朋友都挺疑问的啊，不深呢，挺好奇的，就是说这个油边跟那个护心肉是不是一个东西？它其实油边是油边，护心肉是护心肉。那咱去买护心肉，人给你拿油边是这个地方。那我说是有没有油边，人家给我拿的也是这个，有没有护心肉拿的也是这个。不对，你要是说吃，你要说油边的话，他们给你拿的是那个。是吗？嗯。那为什么买护心肉，咱们烤的叫大油边？那串店就那么叫的。等一下啊！啊，我以为你拍在咱们这儿，捞到了。哎，姐妹，看，他们去捞嘎了去了，让他去，他没去，然后他准备烤肉，人家捞嘎了。烤嘎了，烤嘎了壳给二哥吃。真好。他这个都是一块一块的。我说我去买去，你看我媳妇都买回来了，大油边。谁能曾想，就是长得这么不起眼的东西，居然在我们东北这么爆火？夜市上那烤大油边卖腊八扇啊，这真是腊八扇的地方。腊八扇哪个地方？这地方。这个地方。对。煎鸡蛋、蒜末，准备好了。啊，蒜末。做点蒸点长了料。长了料谁整？你自己来。长了料，你回来整。俺们不会。俺们只负责洗肉、穿肉、生火、生炭。嗯。他们就捞嘎喽去了，然后叫他去，他没去，给你羡慕坏了。对，我也想去，多有意思啊，捞嘎喽。这玩意儿瞅着是真磕碜，一口是真香。所以那句话咋说来的？中看不中用，没有卖相不见得它不好吃，有卖相不见得它好吃。中看不中用，但是不中看好像挺中用，应该这么说吧。真是穷的。我记得你看，我们冰箱里头还有一串呢。上次没吃了那个，不是开饭还早着呢，咱们也晚点到呀。惊喜，好像黑作坊。这要是有个记者进来，是不是直接抓现行了？黑作坊。不是我，好好清洗清洗，我自己吃，一定要清洗干净。那怎么不自己吃，不清洗干净呢？是啊，你知道，就是他们有的烤串确实有那种，就是肉不清洗，嗯，有那样的啊。对。但是可能人不清洗，这现杀的也挺干净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他们说清洗了味儿就不一样了。嗯、我洗肉有洁癖。啊，你们买的肉，性格我给你钱不是，就是我家洗那个排骨也是。嗯。然后我就甚至洗了五六遍。行，那肉味儿都洗没了。我就是那样。清洗猪心就交给我小妹了，这玩意儿她会整。必须得剪开是吧？嗯。
这里边有那血块，切大的块啊。咱们那天去吃串都没点大肉片啊，咱自己会整了，为什么要点？那呗，咱有这手艺呢，咱知道是啥了。这而且真不用腌呢。今天咱俩腌点什么，搁点酱油的，完了就那边儿为啥不切掉啊？边儿为啥切掉啊？就那块烤硬干巴的好吃呢。是吗？啊。哎呀妈！不是，咱们正常去吃的，他也带的。是吗？你以为不带吗？他可能是带的比咱那个少，是不是？自己和我呗。嗯。我小妹在这边切，我现在在这穿。一个饼穿几个？穿四个。啊，还像上次那样呗。行，我下来就往这盘里搁肉就行啊。行，多穿点人还多，然后看的量多不敢敞开怀造，大方的。嗯，对，这头丝儿的。咱俩腌不腌的行吗？不腌也行，我觉得。撒个串料就行哈。对，咱家串料多此一举了，那样的话就会有点咸了，不腌了。嗯，俺家串料挺给力的。现在。来我们东北，你就看那个大排档，还有什么啤酒节，还有椰丝儿，全是就烧烤，烧烤。所以说大家总是看到我们吃烧烤不稀奇，我们确实是乐意吃烧烤。就在东北这个地方吧，你不想吃，你看人吃你都馋，都被感染了。就是你一聚会就是烧烤，对，烧烤。就好比像在四川、在成都那边似的，一聚会你们肯定就串串，然后火锅，火锅，对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。而且现在天暖和，你户外烧烤啥的哈、啊，好吃了。等天冷的时候，冬天我们户外基本没有烧烤了，都在室内，就吃不出来那种光膀子喝啤酒的感觉了。瞅瞅这肉，破破烂烂的，谁成想这玩意穿上它就能那么好吃？你看穿上之后是不是感觉不出来它是一个东西了？但是它这顶不是有这个边儿吗？这个边儿还真挺好吃的。它烤干巴的。嗯。这个金皮应该是属于熟的，你知道吧？嗯。就洗一洗完穿上再烤烤就行。这个金皮一个顶就穿三个嘛，我切的有点大是吧？那这大肉串堆成山了都。嗯，那呗。这边是金皮，然后还有切好的猪心。我们的大工程结束了，给大伙看看，这个油边花多少钱买的？180多，不到200。然后这个金皮是40多块钱，两个猪心好像是20多块钱。嗯，这样的话就是200多块钱。如果我们去串店的话得翻番400-500块钱吧、嗯、还是在家吃实惠。朋友们你们也可以试试，真的很好吃啊。我端不动了。这些就放这吧，等到他们回来了然后就可以开烤了。哇塞不哇塞吧，你们就说。